哟，哎呦，岳大人，你们两个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商量完了，但是杨大人心系府里，急于回去处理事情，所以还是有劳岳大人送杨大人回去。好吧，我送你回去，走吧。哎，岳大人，啊，请留步。穆远帕，你这儿的人手够吗？ 够不够啊？那够不够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不够。啊，赵雨欣不是有药方吗？让他留下来，说不定能帮上大忙呢。对。啊，岳大人，要不咱们先回去。嗯。